亲盈无负担，罩杯上是采用弹性极佳的布丁棉罩杯，弹性包裹胸型，以及Wincore两杆透气内里，穿的时候更加清爽舒服。那肩带的部分呢，也是以这个双肩带的设计双条设计，让您和男友约会的时候可以不经意的展露出小性感，让女人都可以水起来。 来要跟各位分享的是雷戴斯另一款广为人知的靠个来系列苹果肌靠个来，像是三年年年热销完售。在今年的春夏推出的新款苹果肌2.0靠个来，采用的是专利苹果肌衬垫，利用上圆垫与下厚垫撑起上胸饱满不空洞，并结合了透气净化的切缝棉杯。 垂直切缝工法，像是在罩杯上开了许多扇的小缝，穿起来更透气。侧边的加高斜边 ，U 型美背以及上缘修饰蕾丝边的设计，让胸型都能够更加完整的包覆服帖，穿上去让已经走山的上胸都能够回到正确的位置，能够拥有最自然的蓬蓬饱满，通通靠过来。所以脸上要有苹果肌，胸部也要有苹果肌哦。 接下来为大家展演的是伊丝无挂系列，已经能著称的蕾戴斯在内衣的舒适度上也是相当的在意，持续推出了伊丝无挂系列的新产品，既舒适又能够维持美型。2021的新品有着革命性的设计，专利一体成型的罩杯贴合身形，超展开的弹力纤维360度弹性贴身，零缝线的工艺。 以及前中透纱的剪裁，打造每一穿内衣一般的自在舒适感。如果是只想要简简单单不被束缚，不想要穿内衣，但是又有长辈在怕露点的时刻，伊丝无挂绝对是您最佳的选择。 接着为各位。
蕾蕾丝全新推出的 Ladies Work 运动内衣，更加强调了穿着时的舒适度。独家专利倒八吸震片，在动时可以稳定合身，在静时立体美型。穿上它可以感受到透气、凉爽、稳定，而且好穿脱，让您想动就动，美型不动。内衣专家雷黛丝 Ladies Work 运动内衣符合时下潮流，最照顾胸型的独家版型，让您运动时可穿，平常也可以穿。谢谢100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展演，看正前方。一起来欢迎2021雷黛丝全新代言人 Sandy 吴珊如，我们一起来拍个合照，再次欢迎 Sandy 来到现场。好，我们五位一起拍个合照。 Sandy 要不要往前一小小步？好，谢谢 Sandy， 要不要帮我们看一下这样的站位？好，来麻烦正中间。好，麻烦左手边下方靠中间一些些。好，最左边的下方也帮我们看一下。好的，来正中间。右手边下方也帮我们看一下哦。好，正中间的官方摄影这里。左手边下方，谢谢。好，正中间再试一次。好，谢谢，谢谢100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谢谢四位，谢谢你们。正中间，在颜色上哦，这雷黛丝也非常符合春夏带给大家那种活泼青春而且浪漫的氛围，所以兼具美感跟机能性，雷黛丝都帮所有的女性消费者掌握到喽。来，正中间下方，在。